头发。好啊啊，喂弟弟，弟弟啊，对，好照顾弟弟。一口，让妈妈拿走喂。好，那姐姐自己喂。我弟弟就没有过来吃。有，那弟弟过去吃，已经过去了，可以啊。没有咬到，再一口。No no， 先喂弟弟。弟弟认真了。那你认真喂，认真喂。弟弟咬一下，对、啊，咬到了吗？好吃吗？姐姐喂你吃榴莲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吃吗？不要了，吃一口就饱了，很棒哦。那你跟姐姐谢谢。姐姐，因为姐姐把她最爱吃的榴莲分享给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给姐姐比赞。赞。棒。我还要吃。好，那还要吃，再喂一口。姐姐明明是不要吃了。是刚刚不要吃，现在又要吃了。啊，好，靠近。